使用的是地堂腿的 UC 二。哦，开闸二前期要送脚，想接近，然后开闸二可，但是被猎户小柱子去下动拳，飞龙的招牌。哎，飞龙突击，对方顾忌卡洛克顾忌烈火拳了，哦，中了，强制接近，封住对方退路，打掉了，一二，中了，一二三，真。对方想要撑，对方的UC亮起来相当恐怖，想要对我方跳入或是任何的空隙，一次夺取半分的一半的体力。这个大目标失败了，要抓了，抓！但是对方还是有优先存在，不得大意。就在这样想的同时，对方接过来，一二三，不要急，时间是慢慢在走的，慢慢的接近。对方的突击就是在给我方机会，就是转机，有了。总算等到两个清泉，漂亮一个灯。对方跳入，嗯，防空的部分开始变严谨了，打个一火拳，但是没有拳中，红拐。好，中 ES 烈火拳 ，ES 烈空脚，漂亮，飘动拳，对付巴洛克的时候，四人脚反而变成不好用了。哦，现在有中断，混合中断开始，有目标没有？在保守使用下心拳当目标的媒介的时候，但是还是很可惜的没有成功，萨克，抓到了，有吗？太可惜。对方用起身技的 16K， 对方拿回一个灯，不好对付啊，没有，仍然是没有，没关系，马上就奥了 ES28K 啊，哦，又来了，变衰，又来了，没走，看来是不断的以骚扰战为主体，可惜，不断的飞了开始，他在容纳的华丽的飞空，猎火拳，距离内，只要到距离内的话，哎，幸好是飞，猎火拳，有，幸好没有事，但骗光了对方的UC，接下来。漂亮，哎，有吗？哪里？白光了，萨克。啊，可惜，但是。对方角落的三下。可惜近战的萨克，可惜。白下灯来。